二姐今年31岁了，然后她就给她订了一个蛋糕。你说我妈妈？对啊，你妈31岁。然后大姐给她订了一个蛋糕，等会儿我们去拿蛋糕给二姐庆祝一下31岁的生日。还好我还没30，20多岁的年纪真好啊。你30岁？我28岁今年。坐好来，现在要出发了。还给我个钱？怎么你给我的还要还给你？你坐我的车不要付钱呀？坐你自己的。啊，还给我。小气鬼。给我还要还，嗯，牙齿上，牙齿干嘛？牙齿上有没有放？没有，好白，好整齐。我们现在出发去镇上去拿蛋糕，然后还有几个孩子被姐夫带走了，因为车坐不下。嗯，那喊我10万个响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买了。喜羊羊好玩吗？非要跟着过来了，现在过来提东西吧。我们这边的集市现在是下午了，下午2、3点钟了，好热闹。看到吗？好看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0。50啊？一个帽子加一个围巾。嗯，这个吗？这哪来的？就一个。有其他颜色不？要不要买个红色的？我要买。有红色的吗？没有红色。给月买了3条短裤，干嘛？买夹子去。买个这种过年带。今天钱哪边？不挣今天钱啦。10块钱一个，我头上这个嘞。也是10块，还挺好看不？我感觉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哎，这种也还可以，还是那种好看，我那种。看到什么都想买，你看现在看到个小仓鼠，又说要买小仓鼠，看到什么要买什么。小松鼠两个多少钱？85块钱，它是最低，加两个笼子。提这个是杆子，好久是杆子。我们也太胖了。今天的主角明明是二姐，然后全部都给他们买东西去了，现在最后一步去拿蛋糕。哦，榴莲的更贵嘞，榴莲千层就贵，你还全部是草莓，你说贵不？水果多，全部是草莓，贵了一半。没有，榴莲千层就是病毒。妈，发姑嘞？发姑，你婆婆给你买了，去买。来，给我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呀，戴上皇冠像个小公举。可以了。祝大黄瓜生日快乐。还有喜羊羊唱生日快乐歌吧。唱生日快乐歌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没许愿呢。给二姐发个红包，意思意思。妈妈，你这个30。